嗱，我人生第一張卡片，簽埋名啊，送俾你。哇！誒，今日翻工好充實喎。梗係啦，我喺宏思嗰度已經係男神嚟㗎啦，有曬 fans 㗎啦。宏思男神，咁我咪傾 super 天后。我哋實在太親啦！嗱，不如我哋而家再聽一次首歌，行去巴士站，咩都唔好講。邊個聽你講？聽完話你知。需答允，倾讲不必认真。如疲累，何用心急想被问？无期望走得更近，同样寂寞敏感，陪在咫尺。前腰满脑是疑问，宁愿转身降温。如果想飞，不要等。如果想哭，不要嗱，唔好避开我啊！我自尊心好强啊！为你解困，从头谦逊学爱人。你哋问先啦，一人问一条问题，一定要真心话，好唔好？诶，你问先啦。容许我变一个最专注的人。佢翻嚟，我哋喺 Ocean 屋企开 party 嗰晚，我见到你笑得好坚强，但我心就好痛。仲有喺你屋企楼下，你追落去追佢车，追到一铺一碌，又喊晒，最后跌倒，我心裂咗一样咁痛。就系嗰阵咯，你呢？你话呢？几时啊？打风嗰日咯，你突然之间出现，然之后连人带帆布一嘢搭落个窗度，咁佢真系好 man 嘅嗰个。仲有咪寻晚咯？你寻晚踢我嗰阵时，好似加持咁样，又将所有运气过晒俾我，又话守护又成咁，咁我咪都好冧噶。不过我又惊。我會 hurt 到你。喂？喂？我係劍豪。方唔方便傾兩句？講啊！我知道你各方面都有新的开始，我这几天的心很乱。我挂住你和佳佳，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从头开始。我现在不想讲住啊。为什么你不告诉他我在你身边？你还想回头？你仲想俾機會佢係咪？我冇講過。但我感受到啊！點解佢過錢俾你，仲係過落聯名户口啊？點解你唔可以將啲錢過落你自己私人户口啊？嚇！仲有離婚呢件事，點解唔可以話俾限選嘅爸爸聽啊？呢啲我一直擺心裏邊，我好想知道答案，我今日終於知啊！原來我一直係個傻仔。TVB 精彩节目各电视平台上面都看得到，请致电1877-893-8888查询订购啦。